同学们，我们筛画好以后呢，就要画坡。画坡呢，也是在筛水画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呢？因为筛是往上耸的，坡呢是平的，所以呢，一直是往上耸的东西多了以后呢，没有平的呢也不下调，也不符合这个音响的一些规律。所以呢，坡非常重要啊，尤其在筛脚下，这个坡呢也好像。路径呢，也是像瀑一样出来的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画好啊。这种方法呢，也是很有味道的。我们来开始画啊。那一般呢，我们先由土那山坡啊，从山上啊，下来一些线条啊，我们先勾出来啊。上面是山啊，那么我们。再这样下去啊，下去之后呢，下面呢也出现一会小的石头这些呢也就是披麻兼斧劈的一种方法这是披麻这里是有斧劈那么这是小的石头旁边呢就出现了一些坡这些坡呢有的时候呢也像路。一样的路呢其实就是在坡面上建筑起来的，所以路跟坡有时候混起来，也是一种必然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个坡上面可以坠落路就生在这个坡上，坡当然还可以凸出来。你想好了，这个山呢，一直是往上的这个线条，没有平的，那么出现这个坡呢，之后呢，这个线条就平了，往平的方向伸，那么再这样再过去这个路踩过去一样所以坡变成了路等一下这种笔也是册封的，这样再过去如果一展着以后呢，变成下面是水了，下面是水，迫害，就这样。墨重了一点墨重了一点呢，你马上用干的笔用干的笔蹭上几笔，枯干慢慢的蹭上几笔，别让小的这样把这里的糊的把它削掉起来，枯色建起来。远处也有谱，这种谱呢，基本上属于平谱，因为是比较低的平谱，还有一种谱呢是高的谱，像这个山上一直送到上面，好像石壁一样的，石壁送上去。送上去，送上去，送到上面呢，出现一些坡，这些坡称为高坡，在画布上呢，分得很明的，高坡平坡都有。路径跟那个山坡合起来，这是一种画坡的方法画坡呢就是平的呢，里面呢也要有曲折的一种东西出现你真实的山坡上你去看了也是这种味道的那么画法里面呢始终要记住，
枯湿相交融，绒带相符合，带的多了用胶抹枯绒的笔来俯衬一下，那么这里啊阴部呢再衬上几遍啊，带带的笔触再混上几笔啊，浓了在浓的地方点，你看啊上面可以用瘦的一些笔，这里呢都是粗犷的笔触，但是我们要撑上几笔很细瘦的一些线条，使得它调和一些，枯了用银新笔的时候就慢慢的这样。好，那么扎颜色的时候呢，这样我们可以衬色啊，在铺上呢用扎实扎实呢，扎实里面呢当然也可以用淡淡的花青混在一起让它在这里不要太黄那么这个颜色呢也不要好像是没有变化的，这里浓了里面淡一点，铺上呢这扎的颜色呢也不要垫得太实要留一点空白如果你这里呢涂的多的太实了，比方涂涂实了以后呢好像下面还有，这里呢是用刀来把它裁掉了不怀正，这里留有空白以后呢就是在画到这里呢将要结束的样子有一种交代好像将要结束了，画到这里如果你一直画的读得很死的话呢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下面还要画好像谁拿一个刀子来把它割带了，就是不怀真了你如果不画下去呢觉得这股气呢在鼓在里面，一直在鼓在里面没有画出，这样画面冲出去了一种不怀真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道理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以后画的时候要注意了在画到边上的时候要注意要恰到好处收住这个地方用扎实那么再拿一点1616来补上这里补上16那么还有比方下面呢这个铺上的颜色呢是扎实的比较很重的扎实的这样呢看起来呢跟这里有点分层，那么在高铺上面呢也可以用那个36我在16来涂，因为高铺上呢因为靠近的山跟云雾了雨水了比较多接触的属于呢产生了六的清淡所以用六的颜色来涂一下也有这种这里也可以用六的也可以就是清淡多的地方那么上面呢六了以后呢你在下面的壁上呢你要用扎实的要有点分际应该要有分际这样的回去呢铺跟壁它明显的分出来了这个是很要紧的要记住那么这样好了以后呢为了再厚重一点呢把花青再拼上那一些墨之后呢
在这个下部呢，分量重一点写的，哎，很颜色呢肤色浑厚一点。现在有些变化，哎，因为山里面有许多颜色，也是很复杂的，哎，但是呢，我们要拎出几种有代表性的一种色彩来描写它。这里面呢，要留一点空白，因为有个过渡了，哎，这里窄过去，在那边窄过去，这里呢不能垫死，要有点空白，要让它朦朦胧胧的一种窄质，哎，有股气在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呢，照理应该画到底了，老老实实的。哎，不能老实，你老实就是没有水平了。哎，所以画就是这样，不能太老实。哎，要有变化。就是你画中不老实，就是你有技法高超。哎，技法的高超就是很轻松的。哎，要很轻松的。表达这些关系，哎，很随意，你看，眼睛眯起来看一下啊，哎，这个铺啊跟山，哎，很明显的上面出现了，好啊，我这一幅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再换一幅啊，同学们看啊，在画布上这样一幅。这个是石头上面的铺，叫石棉铺。石棉铺呢，是在山水画里面，就是大的石头啊，大的石头上面呢有个平台啊。这种铺法呢，也是一种描写的一种方法。它跟我前面画的不一样，你先要把这个石头先画出来，哎，石头的面啊，正面先画出来，哎，这个呢，好，也要有轮廓的啊，来来。哎呀，先把石头画出来。它呢有中锋有侧锋，哎，这种大的石头，哎，有中侧啊侧，哎，这个是中锋，哎，你看我画的时候呢，这里带的我这里浓的呢，这里带的这里浓的，哎，那么这里也可以浓一点，这样啊。那么中间呢可以带一点，带的也挺有味道的啊！你看呢，一笔里面有浓淡出来了，有枯有实，哎，尽量要做到，哎，行笔的时候要有枯有实，哎，特别是每一笔里面都有一点点啊，枯实浓淡。下面用笔可以浓一点，哎，整着，哎，可以厉害一点，哎，那么这样好像像小腹皮一样，哎，慢，哭了就是用笔要慢，哎，慢了以后呢，纸笔要松灵啊，哎，慢了以后不能死疼的啊，也要松灵。这里浓啊，那么这里要淡一点，淡一点啊，基本的石头的一个立面呢，把它画出来啊，立面先画好以后，哎，那么在它的铺面呢，我们再加起来啊，下面有个铺面啊。这个铺面呢，这样要方直的啊，有铺面，这样，这个铺面呢也是很有味道的啊，这样呢也建起来的，哎，这是光的，哎，这里是毛的，头的，这里是平的，这里是头的，哎，这里呢也要画几个，哎，平的，哎，这里是平的，哎，又平又头。哎，其实这种处理呢，也是一种阴阳节奏的一种交代手法，哎，所以古人呢，这个画布上呢，哎，出现这种呢，是很有道理的，哎，叫你初学的人，哎，经常处理这种
阴阳节奏的交代，哎，这样再画下去。下面好了以后呢，上面再补起来啊，上面呢这里补一个平啊，慢点，扩了以后慢一点，别扩就慢一点，慢这里一定要毛一点，因为这里光了，这里要毛一点。其实光跟毛也是阴阳一种地理的统一，好，这样呢，就是你会大的石头上面也有出现，这里有个铺面啊，这里有点铺面，那么我们先要衬了啊，一定要这里呢，我们留着啊，下面的一定要衬啊，浑圆啊都要出现这些手法了啊，是这个啊。石头呢，很大，很浑厚，这样，你可以用侧锋啊，也可以用中锋，中锋、侧锋，要较大的使用，这也是一种味道，所以呢，你看我跳来跳去。一会儿这里画，一会儿这里，一会儿，就这就是勾践那个大脚一种，整个整体感觉，所以因为很快的，不是好像很累的，这里就到这里，很轻松的，这里刮了几遍，马上这里搞，很轻松的。有时候这里在用笔的时候，这个眼睛在照顾在这里，马上勾到。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你画出来的这个整体感马上出来了，一定要有整体感。干了以后呢，我们再用淡墨混一下，淡墨混一下，淡墨混一下。这个铺面你要留着啊，铺面留着，这里部分啊要带，中间透彻的地方要带，别上浓的，你不要慌，在需要浓的地方把它添上，添上。我现在在的浓的多了一点，那么你不要慌，需要浓的地方把它添上，那么真的好像浓的很多了，那么在清水里面再润一下，再用，那么就不浓了的，所以不需要把它选掉，就用清水混下来，一层一层的。因为线织好了，你一层一层的笔触都能看得出来，干了以后，你看好了，我始终留着一些小的白的点子，小的白的点子呢，现在留着，等会儿我们扎颜色的时候呢，把它再盖上，这就味道就不同了，看来它。很有节奏感了，这样啊。那么我们呢，在这个铺面上呢，可以用淡淡的砂石啊，来扫上几遍。下面啊。这里也，那么这个呢也要浓浓淡淡的，这里浓，这里淡一点，也要有变化。你看这里用的又浓又淡，不能颜色不能太平，你看啊，这样，
这里你们那么这里面呢再带一点，这样啊，当然这个呢也可以，十面呢都是水墨的啊，铺面呢就是用带做扎实的一种，哎，那么当然也可以，这里呢也添一点花青啊，也可以。花器里面呢要放点墨，哎，这样。那么现在加花青的时候呢，那些小的亮点呢可以把它哎扎起来，哎，小的亮点把它扎起来，哎，这样呢看起来呢不花了，否则亮点太多了，拆成一种花，哎。这样呢，慢慢的呢，它的整块的气势就出来了，把小的亮点慢慢的，扎实啊，扎住以后呢，你看整个舌头的一些融前苍润的一种感觉就出来了，就不觉得凌乱了，如果小的亮点多了呢，就凌乱。那么小的亮点呢，我那么前面为什么把它留住呢？因为亮点里面这个花青的什么比较多，出现的一根有水墨的地方不同，有点变化。干了以后呢，有另外一种很一种滋润的一种雅致的一种色调出来了，很雅致的，你看。没有墨的地方，这个花青不一样，跟有墨的地方，这也是球的一种变化。好了，你看，你眯起眼睛来一看，很滋润，很浑厚，所以这是大的石头上面的铺面。同学们啊，我们上面呢，我们画了山铺啊，那么山铺我们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画布上的画的是山田，这个山体的画法呢，其实跟山铺的是差不多的啊。我们只要跟你们讲一下就是了啊。你看山体呢，旁边呢就是山，山是高耸的啊，高耸起来的石头啊。那么山体呢就是平的线条，你看啊，平的线条啊，所以这个画法根本跟那个山铺一样的，所以你画的线条是也要很稳住，很平实的冲锋吹啊。那么旁边那个塞舌头呢？你也是像那个匹马啊，兼斧劈成个小斧劈啊。这里的是大斧劈啊。那么你看，慢慢的变化出来啊。要加上一些树啊。那么也这个山田里面的那个一堆料的，你放上是石料啊，我这是山料也可以。你看。我加这个颜色的时候，不是涂得很实的，也是中间留有一定的空白的呢，好像是田里面的一种水光一样的，这样呢很松灵，这个画法呢跟山坡一模一样的那么再加上那个远山的平平的远山，远山下面的也许是山坡了这些坡害也是平的，这种呢基本上在江南能够看到这种景象的所以我这样讲一下之后呢，大家都清桑了。你们可以照着画布呢，再自己仔细的可以画，方法跟那个画铺的一样的。好，同学们，我们这一节呢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要讲识别与识机了。